我现在正几啊？正五了、哦。你不用再算了好吗？我们不用把这游戏删了，这是结论。哦，我已经不用删了，确实，我已经不用删了。如果刚第一场就悲剧，我们就要删了，我就要跟这游戏说再见。我要去开洞。还是有人要跟我抢，我可以让他，没关系。有啊，我们用跑的，就过去啊。我们还是要往这边走啊。其实这边怎么走比较安全啊？这里应该不会有人啊，除非跟刚一样衰。可是刚刚不是我们一刚开始有人在跑，我们就蹦了一枪，把一个蹦死了，是这边吗？那是我们在他后面的出生点。对啊，可是这样别人就可以也把我们崩死啊！他们没有过来、啊，你可以往后看啊，没看到人啊！我在看啊，我从头到尾都在看，超怕的。你的血掉怎么了？啊？啊？什么？我的血？他刚不是说血？不是阿姨先生？有啊，你有说？他有。啊？有差吗？你不是狗砸了？狗砸了。我不懂。啊？靠！啊？狗砸刚在地上啊！我还有标哎、欸，大哥。好，我们继续，我们陪他好不好？完了，好烦哦。我们要进辐射区了，我们到了洞口了。不用不用，不行不行不行、嗯，这一定要一起走，会死，真的会死。不是，你要相信，你要相信我们要带东西，你要问，你要问，而且我们一定会帮你带。你先看他开枪是不是用狗子啊？结果我来打，我来打。I need a weapon. 啊！靠，差一枪。标个点，标个点。这个枪。看到，看到。枪口没倒。哇，独眼蛇一枪打不死人，怎么消啊？有人在我脸上，我没打到任何一枪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，你那里会被打到，倒一个，倒一个，碎，爆头倒一个，左边还有那棵树，那棵树倒了。这有人在哪？我不知道哎，其实。可以标一下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个角落有人。哦，好凶哦！对接，小心哦！算了，我不要去对接好了，我被对接，我过去要被扫到了。干！我熄火了，我不能对枪。我打个饮料，我打个饮料。碎。好。哎、欸，你们小心哦，自己小心。那个树还有两个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角落有两个人，他会被扶起来。我们要冲吗？不要！不要！我上了！有人丢烟，那是烟，我看到了，那是火！我操，那是烟哦！他压我们，他冲我们！我认为你的目标是把远处的人狙掉。
有我在看远的那棵树，但是没有看到人。Fuck. 完了，这次弄完了。我没办法，你找起来，倒一个，干不行，我倒了。还有一个，干完了，不行啊，被炸倒了，他们在压，而且他们燃烧子弹一直烧。干，两把都没了。我也是。干，我怎么不叫起啊？干，我的金丝妹控跟 AMR 完了。你要不要看我长怎样？金丝妹控跟 AMR。都是吴少宇，你的枪到底去哪了？干！如果你枪没掉，我们已经哦哦，辐射区飞上天了。对，还是我们刚刚要弃那个枪的，我们应该不要回去。那你下次问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不可能不帮你带，我们不帮你，我们顶多忘记，不要以为说我们不会帮你带。我明明就有说。不是，那你也问一下，你也问一下你的枪去哪了吧？你手上怪怪的，不会骗人吗？一定要问，一定要问，因为别人会帮你带他一，那流餐都会丢出来，他几乎每次都会丢。啊！我连我的钢钢甲都掉了，那我现在要用什么？办法喽，干！可是我没有妹控了，我可能没办法凯瑞，我没用了，我是个废的。好啦，我妹控给你换了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好啊，那你要狗杂吗？还是你要发马？我给你就好，我还有枪这种东西，我多的是。那我要带什么？黑剑我要带什么？随便你啊。就是，哦，我自己带嘛。OK。先来一个十嘎试试水，还是它会太烂？哎，两把枪都掉了是怎样啊？有那么这游戏有那么掉吗？掉了。虽然我有一把没了，虽然我有一把是榴弹枪啊，但这也太狠了吧？太狠了，我觉得太狠了，受不了了。顶不住啦！我带高爆的，对，这样子。然后你会给我妹控？嗯，我觉得在我被炸倒前，我都玩的还不错啊。你被炸倒，我们直接崩盘。你在炸倒那一瞬间，我们就崩了。对，然后砸在我脸上。我们其实有我们。干，输在那个雷了，他那个雷。我就没有那个而已哦。我买投资物好了，我去买投资物。我都给你，然后没有瞄准镜而已。哦，你都给我没有瞄准镜，干我都买了。啊，算了，好，我再瞄准镜。粉色的呢？你爱要不要？我要，一定要！我刚也掉了。我买那个投资物哦，投资物。我各带一颗。我现在我觉得我有余裕可以买了。我也各带一颗。啊，一颗不够啊，带两颗啊！妈的。好，带两颗，带两颗，都两颗。我有闲钱了，我的包包直接满一半，超过一半。393爆炸伤害不是有降低吗？为什么我还是直接蹦没了？那是雷，雷也算爆炸不是吗？爆炸伤害降低，对耶，雷也算爆炸。公平，你被丢我脚下，应该是吧？一样，差不多了。一样啊，都得死。
都得死。真的，我没有大狙了，我跟你讲，我没办法跟，我没办法对枪了，我只会大狙。我是有一把钢铁的，哎、欸，我有一把金质的、欸，你要吗？